敬礼辽明和尚，萨迦正空上师，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图登大吉上师，敬礼护摩祖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敬礼坛城三宝，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各位同门，还有堂主，网路上的同门，还有我们今天来的贵宾，草屯镇长周信立镇长，真活宗法律顾问卓中山律师，经济部巴黎办事处卓中正主任，台南市议员蔡旺全议员，And my father, And 王之祖啊，顾问，还有很多的贵宾，大家吉祥。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因为做藏密寺的护摩，我以前呢，在这个跟西藏佛贤院院长波米强巴洛珠，跟西藏这个医药学院的院长绰如次郎，跟波米强巴洛珠我们三个人曾经在台北的体育场一起办了一个法会。那么那个法会呢，我做的是我们真佛宗的护摩波米强巴洛珠做的是藏密寺的护摩难得今天我们又做藏密寺的护摩非常殊胜。然后我在这里看到那个护摩佛到现在仍然熊熊大火不绝，而且最重要的，我们的护摩祖尊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一千只手放出千道的光，一千只眼很慈祥的关照我们真佛宗的弟子，凡所祈求的皆能够如愿。
在所有菩萨之中，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是十一地的菩萨，因为他有十一个面孔，象征的他有十一地。那么十地呢，就是等觉；十一地呢，就是妙觉，就是佛。所以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以十一个面目显现出来，证明了菩萨的十一地就等于十一地就等于佛地，所以他本身的就是正法明如来。我们今天在这里，这个祈求正法明如来，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以大悲咒的法力加持所有的报名众等，所有的病业全部消除。所有报名的幽冥众往生清净佛国，熄灭我们的灾难，增加我们的福分跟智慧，生活中的弟子融洽敬爱圆满，所有一切怨敌冤亲债主全部退散，仗着这一次的护摩，让我们的祈愿全部圆满达成。